这场马拉松起跑点落后就一定输吗？父亲因为没有工资工作，然后每个人整天非常的显得比较郁闷吧，然后我跟弟弟也是回家要钱是非常难开口的一件事情。奶奶，哎呀，想你讲啊。爸爸跟妈妈一直在北京收废品，然后供我跟弟弟念书上学。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家里也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当时爸爸也是刚摔断腿，然后妈妈又出了车祸，所以就是雪上加霜。喂，爸爸。哎。最窘迫的状况就是我爸爸生病，他的病复发，然后我妈妈也生了病，就是自身压力比较重，应该早点去给家里面就缓解一下经济负担。你先把报名表准备上来，报名表。慢一点没关系，落后了没关系，流很多汗，多吃点苦也没关系。我又迈过了一步，我离前面又近了一步。坚持下来会有不一样的人生，坚持下来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只要你愿意站起来，愿意继续去冲刺去跑，仍然是和别人一样的。她叫傅淑君，是此届助学过的女孩，在南方福州念美术毕业后，终于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美术画室教儿童绘画。要更留北京不易，但这里能就近见到朝思暮想的家人，也就割舍了之前在福州垫下的基础。下班了吧？啊，我吃药好点了，没事儿，放心吧。你现在上课？哦。想来没别的事儿吧。傅淑君的爸爸在北京西六环外的门头沟收废品，这是他腿摔断打了钢钉后唯一能做的工作，也靠着这份零工供淑君念书，拉爬他长大。几代前，傅淑君家是清朝叶赫那拉氏和富察氏的后代，改朝换代后家道中落了，只剩下奶奶脑海中的儿时记忆余温着上一代的辉煌。我爷爷太稳重。那时候您几岁？我那会儿啊都十二三岁了，有权呢，就得见着面了，那我爷爷走了拉着这个手，拉着一个手指头带着我，谁要走就大去请安，迎房你老爷们都这么请安，妇女搭着这个破栏杆那么请大姐请安。您还记得？都记得。你高中时，傅淑君与奶奶两人相依为命，周末放学就赶回乡下帮奶奶务农。奶奶你别劈了，我跟着弄，一会儿就弄完了，一点也不多。听话呢，我跟着弄吧，你别弄了。那段时间，父亲为了钱在北京奔波，一边供他读书，一边帮弟弟治病。那几年是傅淑君爸爸最穷困也最难熬的时期。咱们上你们去。哎呦，来
没东西吧？有吗？没有。走，咱们上街边药店，看看有纸板没有。今天的成绩不太好。哎，没，哪天是这样？不是那么老有。淑君上高中的时候最困难，他的那经济来源低啊，回来也挣不了钱。嗯，淑君也不能挣钱。嗯，对，我一个人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这外面儿的事你还得撑，是吧？大哥，外头给我补胎。怎么了？俺这没东西，车太差了。哪里？车太包了。修这个5块钱。哎，这车也差不多了。他这个就凑合呗。这个。但是他这胎再补也。外胎，这外胎也够差。外胎也完了。您补了几次了？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五次，补五次了。爸爸，跟妈妈一直在北京收废品，然后供跟弟弟念书上学。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家里也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当时爸爸也是刚摔断腿，然后妈妈又出了车祸，所以就是雪上加霜。跟所有的贫困家庭一样，这是一个穷父亲微小的心愿，宁可自己寒酸，也要供傅淑君上大学念书。一般家不要的，给的。我们家小孩用玩具，看到人家这个，这都是花钱买的废品，这都是这个，你要都是人家给的，人不要了，给的。柜子呢？就把你都是给的，这啊，这买的不值钱，没人要。那老家的家具呢？也是一样，都是收回去的。我这你看看，这我再收着。这个好，我把这个拿回去，省点事，是吧？也跟那收纸板一样。你要是这个铝壶，这个铝壶给1块钱，拿回来。你要买一个，30来块钱。肯定给的价钱不合适，哪次拿回来的？都是这样的。收，您说因为卖不出去，他就留着用了。对，那么能卖出去的都让他买的。拿这几个送过来。现在是多少号啊？今天27号。我这是也是个收来的青子。收来的能带？凑合着吧，能看见字。原来没这个腿儿，我找个铁丝拴上，先捡捡这看吧。你要买一个还得花点钱吧？有的同学有说，跟我爸爸讲，可能要花10几万，就你不要再供他上学了，而且是女儿，你嫁出去不是你自己的了。然后我爸爸当时就一直在反对，然后再加上慈济一直在帮助，我爸爸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，一定要让我上大学。我其实挺感激慈济，也很感激我爸爸，他能让我上完大学。北上广深几座大城市承载了穷二代翻倍的梦想，因为若能考上重点名校，进了窄门，就有可能知识脱贫，命运翻身。从1991年慈济基金会在大陆推动慈善开始，看到各省各县每个家庭有不同的困境，不同的艰难，但读书上大学是驱使所有贫困家庭咬牙苦撑的动力泉源，而慈善助学的事实声援给了他们及时雨般的纾困。郝红霞家住河北易县，她是由大舅和姥姥抚养长大的，不过单靠种地要供红霞念书困难重重。2015年，易县一中提供清贫学生名单给北京慈济，志工访视后给予了助学补助，才得以完成学业。
李雅丽也是河北农村子弟，2015年接受慈济助学，父母亲一路默默支持，慈济之工陪伴鼓励。两年后，2017年，李雅丽出类拔萃，寒门高中，北京清华。叫什么？叫李雅丽。李雅丽是水利的吗？这里是清华学堂，啊，这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座建筑。1911年4月29日的时候，学堂里传来了第一阵的读书声。奶奶，哎呀，想你腰疼了吗？没疼，你大腿给我揉了都好了。我说你是神医，你们咋？我都这天我说给我按摩完了都不疼了。郑雨桐两姐弟是由天津慈济志工助学。郑雨桐7岁时母亲肺癌往生，父亲又因为眼疾打工收入微薄，两姐弟成绩优异，确实是面临辍学危机。父亲因为没有工资工作，然后每个人整天非常的显得比较郁闷吧。然后我跟弟弟也是回家要钱是非常难开口的一件事情。2013年，村干部寻求慈济协助，从高一开始助学迄今。目前姐姐郑雨桐已经大学毕业，在北京工作。我们家随便吃了，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菜，基本上。多，拿过来了吗？大的，拿俩小的。也行啊。而弟弟郑雨山也即将完成天津中医药大学学位。啊，回家了都。回家了，毕业典礼都不参加了。啊。哎，来。你把那绳挂高了吧。没事。现在就是先推拿，完了之后舒解一下局部的肌肉，完了之后，再进行一个针灸。我每次回来都会给做，就是看每次回来的时间，都不一样。有的时候就是时间就是紧的时候，可能就一个月左右回来一次。在家里就是经常，像假期的话就经常给做。高一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慈济刚到我们高中，助学从我高一、高二、高三、大一、大二，差不多有4-5年的时候。我见慈济里的每个人都是特别阳光，见到之后都是笑脸。想不想他们呢？想，可不想。我一手精大的咋不想？没有关系，他们不在，我们会在，我们经常会来看你。是。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都特别有激情，特别热情。顾好自己身体，然后让那个孩子们都放心啊。就是。满怀心情的去做这么一件事情，他非常的就是说不会说有丧气的一面。无论是郑雨桐、郑雨山、李雅丽、郝红霞、傅淑君，他们都是慈济基金会20多年来在各省援助的无数助学生之一。1991年，慈济基金会因缘际会来大陆援助华东水灾后，一方面与政府合作开展天灾急难紧急救助。另一方面，走访穷乡僻壤，看到无数因贫失学的孩童，于是帮助贫困孩童上学的心念便随之而起。1996年，华东志工发起了万粽一心计划，透过义卖一串爱心粽、一盒爱心酥，为偏乡孩童助学见效。这是慈济在大陆最初期的助学行动，启动后一呼百应。爱心群众，但是它具有的意义是，第一个，它启发了台商的爱心，因为我们告诉台商说，一串粽子你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，
迄今20多年来，从南方的福建沿海到北方的辽沈大地，从繁华的江浙延伸到内陆的青海甘肃，无处不有慈济志工在各省开展助学的足迹。累计到2017年年底统计，慈济基金会在大陆已经助学了超过134000多名学生。义县一中位在河北省义县，距离北京2小时车程，学生人数近8000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农家子弟。2009年，北京慈济志工与校方合作，开始助学贫困生。义县是河北省30个贫困县之一，山区县，咱们大部分是山区，家长80%的都是务农，打不了工就靠天收，所以造成咱们现在学校里边有一部分学生的家庭里边比较困难。苏俊杰就是贫农子女典型的代表，能够继续念书是父母苦撑来的，所以他在学校特别节省，三餐都细细打量，尊节俭用。一天10来块吧，嗯，对，基本上我定的是一天不超过12，早上如果是3块，然后晚上3块。每学期一次的助学金发放，能看到孩子的机会少之又少。为了更加深度关怀贫困生，2015年，北京慈济志工又发起了一月一家书活动，透过写信、亲笔书写的家书，传递温暖。咱们这个慈济慈善基金会这个一月一家书，现在咱们这个月的信已经来了。下边咱们同学们的组长把这个书、把这信领一下。小太阳家族，俊杰，真爱家族。好，现在我给大家拿信啊。哇，都是笑脸。哇，好不一样。哇，看，贾玲敏，谢谢。郭春，谢谢。王旭东 ，I'm here。高月，信的开头，师姐说，再看到我的回信。哭了很多很多，看完师姐的回信我也哭了，原来我和师姐的不只有耳朵听不到，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看完以后觉得很感动。师姑给我来信，她说要勇于放下自己的过去，然后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。虽然咱们家里可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，但是咱们还是有很多人关心的。在慈济爸妈与孩子们一对一的通信里，有对烦恼的排解，有对成绩的打气，有对人生方向的分享，更有对社会责任、人文关怀精神的传承。许多孩子在毕业后都很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担任志愿者，付出助人。我一开始接触慈济只是通过就是在学校里简单的这种小游戏啊，然后通过跟各位家人们的互动，然后就觉得他们特别有爱。然后直到2013年左右，慈济去我们村去发放，然后对我姥姥和舅舅进行关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特别触动我的。那个时候我就是更加深入了一步，然后让我这种善念更加的坚定，把这份爱传递给更多的人。物质与精神相比，其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是更能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动力。做志愿这方面，它滋养的我主要是在思想上，对于人文的那种关怀，然后就是我去体会每个生命与生命之间沟通，然后每个生命与生命之间互相对待的那种温暖的感觉。加油，来，
对，啊，这个手，这个手，哎，对，有慈济人的祝福，没问题啊。赶赶，赶紧好起来。来，你们也给他加一个油好吗？来，悲悯之心，啊，然后还有人性本善。然后经常去自己去付出去做一些志愿去帮助别人，所以就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很富有。最近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以问我。哎呦， He is English， 就是他是英国人。慈济希望带给他们的不光是助学金或生活费的补助，更是精神上的富足，心灵的视野提升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。来，祝奶奶生日快乐。嗯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奶奶吹，奶奶吹蜡烛，奶奶吹蜡烛。我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哪怕以后，我都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因为从小到大，父母还有周围的人，老师呀，然后我相遇的人，我至亲至爱的人给我的爱，从来都没有缺失过。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比其他人少了什么。幸福向前走，福气满满，智慧饱饱。是因为慈济，然后。还有爸爸，就他们的爱可能不是金钱上的帮助，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，告诉你，给你一个支撑，让你继续走下去，不要中途放弃，所以我才能读完大学，所以我很感激，所有的人。如果你生于贫穷，那决定你人生的绝对不是命运，而是你对挫折的态度，对跨越障碍的勇气。与相信未来的决心。人生的路还很长，不是说你跟别人比较，你曾经落后了，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别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只要你努力，只要你向前一直坚持地走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达到终点。越努力越幸运，不管你现在的境遇是什么，只要你一直是在努力，没有去放弃，之后属于你的机会，或者说属于你该得的东西，就一定会有。我认为我的起跑点不是很高，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并不是定在起跑点上的，它只是一个起点，那我的人生在后面，那我的努力会使我超越别人。